看啥么子？看阿拉爷辣盖伐？勿辣里向。搿最好。喂。啊！上哪去？啊？哪样去？出去兜兜。侬还有胃口出去兜兜啊？嗯。是辣向哪项目啊？文件报告的。语文89，数学88，外语87。哎，哪能一门比一门太白了？侬从外文倒过去读，就一门比一门好了呀。屁猴！哎，上学期我还看到90分了，哪能掉下去现在一只90分没了？我跟我舅舅打不了数学这应用题，理解错脱了呀。搿老师硬就要扣我10分哦。哎呦，这个老师蛮不讲理啊。就讲。侬看侬看，侬可惜嘛？那语文89分，要像侬名字彬彬一样，稍许彬一彬，不是到90分了吗？你考试又不是聚众了，我彬一彬就上去了，你是啥不懂？我不懂，我不懂，搿么侬懂啊？还是侬懂啊？侬想想看，侬小学一两年级的辰光，考试门门功夫100分啊，啊，后来嘛马马虎虎90分以上，那是好嘞，侪是90分以下嘞。小学功课便当呀！哦，便当啊，现在变难了，阿达，我跟侬讲过多少遍了？随便做啥个事体啊，要有知识、啊，对吧？侬现在呢，社会上招聘工作呢，人家要求蛮高的，最起码侪是大专本科以上，有专家单位要博士啦、硕士啦、博士后啦，你晓得吧？侬要是有了大学文凭，侬就可以进好的单位，可以拿大工资。就可以做白领啊！啊，卡死呀！工资好白领啊！有啊，工资还白领了我哟！侬啦，真的啦，侬搿种人啦，我跟侬讲，侬做勿成白领，弄得勿好，下趟工资也没地方领。侬现在没大学文凭，侬讲侬读起来做啥？啊，讲呀！喏，侬要是没大学文凭了，侬最多哪像搿人一样招扫扫地了。侬啦，我不是讲侬啥冰冰啊，侬就是烧垃圾的命啊！喂喂喂喂喂喂，哎，停啊停啊！哎喂，眼睛不看看，哪能垃圾朝人家身上扫？侬脑子里有垃圾，我帮侬扫一扫。哎哎哎，我脑子里有垃圾啊！没大学文凭，只好烧垃圾。这个闲话是侬讲的吧？哼，社会分工不同，侬为啥看不起阿拉清洁工人呢？哦，这女同志。这个侬误会了，我绝对不是讲侬哦，我辣讲阿拉儿子呀。讲儿子？哎，侬用阿拉清洁工人举例子讲儿子，为啥不举别的工种啊？清洁工嘛，还不是侬一家头。哼，照侬的意思，社会高头所有的清洁工，侪是下等人了。瞎讲！侬别瞎讲啊！那叫传出去，全上海清洁工集中起来，拿我打死他。假使社会高头没清洁工，马路高头的垃圾就要堆积如山。假使社会高头没清洁工，蛀虫百脚就要跑到㑚屋里；假使社会高头没清洁工，各种细菌就要飞来腾飞，侬就要伤眼。假使好了好了好了，侬不要再解释了，侬又不是驾驶员。那实事求是讲，侬刚刚两句闲话呢，还有一定道理的。那可能我是举例子应该不大恰当，但是我辣辣教育阿拉儿子好好叫读书哎，我是为国家着想，是为国家培养优秀人才。望子成龙，这个总不错吧？望子成龙是不错，但是侬贬低人家工作，侬错了。侬不要认为清洁工是没知识的，我还是有文化哎，侬晓得吧？我是个高中毕业生。啊，佳怡，侬高中毕业来收垃圾，还是读书读了不是老好啊？肯定的、啊。我是老三家。今朝顶头碰铁头了。贝贝，走，到里向去嘞。哦，不来。里向帮侬的人太多，搞不起。老爸，就老这搞好了。是的，叫我来不管。今朝面壁思过的应该是你，啊，跟侬讲过多少遍？爸爸搿能介要求侬，学习好一眼，好一眼，侪是为了侬好啊！我晓得。侬想想看，掌握了文化知识以后，将来长大了就可以搞科研，就可以成名成家。没文化呢，去做啥？喏，
要做做种开边匠，考考瓦分机，瓦钢做活子。开边匠也有眼技术哦。这个算啥技术？讲了好听点是一门手艺，那么讲了难听点呢？蛮苦力啊。哦，侬看不起阿拉搿种开边匠了？搿开边匠嘛。啊。哎，老师啊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对不起，我不是讲侬啊。哎，搿搭蛮好，没人听见了。老板，侬勿要多讲了呀。做啥？你勿要多讲？啊？侬要是考到九十分了呢，我就勿多讲了。辣辣侬没考到九十分之前，我还是要年年讲，月月讲，天天讲。纷纷讲，苗苗讲，我非得要明讲，我还要暗讲。搓麻将啊！小区侬搓麻将懂了啊？葛末侬年年讲嘛，已经讲了交关年数了呀。哦，侬也晓得啊，讲了侬交关年数了。我搿能介盯牢侬讲，也没拿侬讲好嘛。侬讲，长大以后侬准备做啥？需要我做啥么就做啥呀？哎呦，口轻飘飘嘞，需要侬做啥就做啥嘞。那需要侬做服务员呢？侬去做勿啦？天天就是卡卡台子、端端盘子、打打杯子、晒两张外头票子啊！哎哎，董大方，那阿拉服务员卡卡台子，但是垃圾票子不可以啊！啊不不，那我这个意思呢，就是讲各种工种属于比较简单。简单啊！哎，阿拉搿种工作简单啊！阿拉服务员要接待全世界的客人啊，非但要懂各地方言，还要懂英文。哎，我问侬 ，CTM 是广东啊？哼，这哪我都懂，菲律宾闲话嘛。广东闲话。广东闲话啊！我问侬，奥克话音呢？这个听不懂比港都嘞，这个是广东闲话呀。崇明闲话，崇明闲话。问侬新疆话听得懂吗？不懂。福建话懂吗？不懂。侬这样地基跳了五百里，扑通扑通嘛。我做服务员不是因为我学习不好，是我欢喜这项工作。服务员的好坏是有关上海这个大都市，辣辣全国全世界的影响，侬晓得吧？哎呦，9090新闻开始了，冰冰，快走！快走！快走！我还没逛过来，喂。哎，弄啥地最大方？老师，侬不晓得，董大方讲，伊拉儿子如果书读不好，就要抓来做服务员工作，对吧？阿拉服务员太白啊，不像话！你刚刚还同我讲呢，伊拉儿子读书读了不好，闲话叫伊做开边匠。啥意思呀？也跟伊拉儿子讲啊，要是考不进大学啊，只好当清洁工嘞。你就是看不起那个做工作。哎呀，不好了，冰冰被伊拉拖进去了，冰冰肯定要被伊吃苦头了。哎呀，阿拉从现在开始要好久保护青少年啊！你敢打牌，我就送进去。没，我等他讲啊。阿拉屋里向就是来了太太过。哦，没有，现在帮侬的人全部在跑脱了。晓得个，人家我老早进来，是吧？来，侬搬到门外头去好了。喏，搿能干嘛侬溜勿着嘞？我问侬啊，那班级里外语啥人考得最好？丁克九十五分。我听听，侬为啥子不比人家考得好呢？还有数学啥人考得最好？徐冰冰九十八分。哼，九十八分，侬只考88分，整整推背10分啊！丁克了娘是外文翻译，徐冰冰了也是大学教授，伊拉回去侪有人帮伊拉辅导的。侬下班回来辅导哥哥不啦？葛末我也想辅导呀。葛末我一不是大学教授，两不是外文翻译，我叫我哪能辅导啊？葛侬咋不去当大学教授，不去当外文翻译啦？大学没考进呀。葛侬大学为啥不考进呢？为什么？因为推背10分呀。10分了，考大学推背1分就考不去，亏侬讲得出来。我是讲是讲得不出个，小鸡都我打死他了嘛！不要打你了，不要打你了，不要打你了，哪里不服啊？我干了什么？来来来，我打不过来。好，我把你弄跑到山东去。来，我到山东，我叫兵农。来，我会得追不上农啊！农东，东，飞起来！往后冲冲，不要挡位，别那么冲，别他妈一直冲，往后滑。小巨头，侬还会理上我是吧？我今朝把收住侬了。动手啊！说，你不打我？我打侬，侬说，把我们的。刚好你不拉。把我拉。不拉。把。嗯，听起来是。我好觉得侬对，来来来。
侬今朝想逃啊？打不赢啊！我把轻松的包丢了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怕不怕？侬已经打死人了。我跟侬讲，我现在先不打侬，侬等我写检讨，寻出退步的原因，定出努力的计划。要是写得不好啊，哼，哪能啊？到底哪能啊？到底哪能啊？我这个哼哼嘿嘿里向内容交关了。你自家去理解。哎，那不是？咦，大芳哪能困了沙发了？哎，大芳啊，嘿，要困搿么到楼上去啊？搿能要上哪个呀？进去吧。那我来了。哎，进来的哦。冰冰呢？阿拉转来辰光又没看见。冰冰，冰冰，哎，你呢？这小区头真弄不好了。是的了，我辣辣喊伊写检查啊。哦。考试考得来一天时间，肯定是出我困着，又溜出去白相了。老头子啊，还不晓得啥人写的喏。拿过来看。哎，啥人写的了？爷爷奶奶说，嘿嘿，这个是阿拉的，等侬不得讲了。嘿嘿嘿嘿嘿，亲爱的，阿爹啊，嗯呐。兵啊，几乎有礼貌啊！考试之前，我复习是认真的，我是要努力争取每门功课，侪要考到100分。好，侬看兵兵读书几乎用功啊！哎，哎，大芳，侬哪能困着了啦？我老听啊，你听啊，搿么醒醒啊！侬眼睛张开来呀，闭起来是啥？可惜没有考好。哼，听听，我对不起阿爹阿奶呐，对不起爸爸妈妈。对不起，大娘娘、大姑父，我对不起在大西北的小娘娘。考虑问题会得考虑得噶远，小囡儿。小囡儿是个。我还对不起外公外婆，对不起一家门啊。家门要两家门嘞，哪能讲前面了一道哈？哎，这个小囡儿，这趟考不好嘛，只要下趟用心的考好不算嘞。还一个对不起，是一个对不起，客气吧，侬可以客气吧。客气得了。考试只考89、88、87分，还客气啊？啥么子？考80几分啊？哎，蛮好呀！啊？哎，我小辰光读书只有70几分呀！妈的，你不要讲了。哪能不要讲？爸爸，母没有出息啊，将来只好去烧垃圾。侬讲这个闲话？这个算啥个闲话？哎，我也想将来考进大学，毕业后。做工人士好，好有志气啊！哎，我妹妹叫讲，后头还有啥呢？哦，还有啥？哎，哪能讲？哎，但如果考不进大学，就做其他工作。阿爹当年没钞票读大学，爸爸也没有进过大学，不是同样可以上班工作吗？哎呀，全世界侪是大学生，这个倒蛮讨厌的啦！哎，侬看了我做啥啦？侬看，侬自家看，侬自家看。爸爸要打我，他不怕违反青少年保护条了，是因为他觉得自家有权可以打我。搿是权柄发大啊，是不正之风啊！啥物事啊？哈、啊！侬打冰冰啊？侬哪能可以打冰冰啊？我打伊啊！我还没打伊嘞，已经哇哇叫要叫救命了。穿得来比老虫还快，我抓抓不牢伊。侬听啊！侬听啊！侬听啊！爸爸要打我，趁他现在睡着的时候，我就逃走。等他醒来以后，我就逃不脱了。对啊，侬还讲没答应啊？侬没答应，哪能会得逃走啊？逃到哪里去的啦？我辛苦宝贝啊！别吵别吵，我问侬啊，你逃到啥地方去了？你逃到啥地方去？我哪晓得？又没留地址给我了。啥人家逃脱还留地址不能？侬干哈去啊？阿芳妈，大芳。哎，我回来。哎。哪能了啦？老太婆今朝桃子买了几钿金啊？一命啊！大方拿冰冰打了逃出去噻！哎，我没答应。侬没答应，哪会得逃出去啊？我还有呀！侬还晓得没晓得？大不了逃出去了。侬给我快点寻出来了！搿侬叫我到现在啥地方去寻伊啦？杜大方，侬有本事被吓出去，侬就帮我想办法把伊寻回来。妈，阿爸，妈，一命啊！屋里出事体了呀！啥呀？冰冰被大方吓了逃出去噻！啊？搿么想办法去寻呀？哪能寻法啦？姑娘，讲侬看，啊，哎呀，我真真。
不要急，不要急，别别想了。哎，干嘛？妈，那边去。亲戚屋里打电话去嘛，我看看。打电话。喂，妈，边边来过吧？你把大芳吓出去了呀？哦，没来过对吧？那我到别地方再去寻寻看。哎，姐，姐，姐，不要急呀！几个要好同学屋里打过吧？哎，哎，对对对对对。大方哪能会得弄得搿能样子？真的嘞，雨婷对伐？阿拉董冰冰来过伐？妈，谢谢，再会哦。搿能办法？我看搿能了，我马上用我电脑去打印行程启事，阿拉送到附近的街道、各自学堂里去。这个办法好呀，妈可以的。必要的辰光，阿拉可以通过电台、电视台来播发阿拉个行程启事，那讲好吧？好，来，我马上去。快快快快！今朝边边出去辰光穿啥个衣裳？哦，啥个鞋子？啥个袜子？颜色你要告诉你个啊！快快，不要忘记啊！知道吗？哦，我今朝真不应该搿能对冰冰的。大芳，我跟侬讲，假使小芳今朝辣辣屋里去啊，肯定要骂死侬了。哪能弄到就侪弄到我头上来了？伊自家不好呀，考试考了不好，我再打伊个。啊？你养不教无知骨，我做爷的有权利打你儿子。嘿，啥不是？做爷有权利打儿子啊？当然了。好，今朝我来打死他了。你干啥？我打我做啥啦？我做爷也有权利打儿子的吧？好，我不要去了，不要去了。老爹，我不想出来了，我真的要打我啊！不听啥了？老爹要打爸爸，路打上了头。对对对对，妈妈土娘娘露头去。三哥三哥，你爸爸，大哥有权啊！小乌云威像大毛病的，闹吧闹吧！妈，你要打我，我上个月没受到这个待遇了。哎，那做啥了？冰冰，我到现在没寻着，屋里向不要再混乱了。来来来，坐来坐来，大家冷静一点。哪能弄法了？不要急嘛，不要急。我讲大家再冷静的想一想，这个小人可能到啥个地方去了？哎哎，奶奶，哪能想死啊？一鸣啊，阿拉快点去送呀！好，快快快快快，我去，我要去，我要去！哎哎哎，那谁跑了不听我一家头的呀？不，那就不要去了。阿拉这个稿子送出去以后啊，可能有啥个消息会得来的。那么，那等了屋里向，大家保持联系。哦，随时打我手机好了。保持联系啊！你打电话啊！好。天也不早了，要是阿拉冰冰再不回来的闲话，伊今朝夜到啥地方去过呀？冰冰袋袋里又没钞票，这个夜饭到啥地方去吃啊？冰冰啊！大芳，我跟侬讲，冰冰要有三长两短，我69岁的我跟39岁拼，我还敢算啊！哎，冰冰，搿能好吧？阿拉打只电话，打拨伊拉爷。对对对，叫伊拉爷别来道歉。好嘞好嘞，好吧。哎，我来打。侬先打，侬先打，打完之后我来听啊。电话，电话，电话来了，我来听，我来听。喂，喂喂，哎，我问侬啊，那屋里向有个小把戏啊，哎，这个小囡啊跑脱了，有吗？哎哎哎，是个是个是个，啊，哦哦哦哦，冰冰，哎，对个对个，哎哎，冰冰，冰冰，哎，冰冰上身穿个是上青红白条子个。T 恤衫，哎，是个是个是个件衣裳，哎哎哎，我身上穿个白短裤，对呀对呀是白短裤呀，哎哎哎，你穿个那个叫做旅游啊，白袜子，对个对个对个，想想侬侬讲了应该还不错，想想侬我也想听冰冰讲两句闲话，好吧？哎、啊，哦，哦要搿能介啦，哦，搿么对不起哦、啊，请侬等等，侬电话不要挂哦，侬千万不能挂哦。妈奶奶，你讲了才对的，就是讲我要听冰冰跟我讲两句，我讲可以的，不过要讲条件。我讲了什么啥条件？谁答应你？喂，侬有啥个条件？侬讲好了，小囡自家不肯来。哎，哦，想想侬转告冰冰好吧？如果讲伊拉的爸爸有啥个地方得罪伊的，我肯定叫伊当面向冰冰赔礼道歉的。哎。要擦米白旗啊！擦白旗嘛，就是投降呀。我应该投降的呀，爷想儿子投降，不太难的呀。我去拿一条白皮带，到阳台上去投降去，快呀！我说，哎，侬有啥个经济要求吧？啊，支持正义的行为是无价的。
大方，有数了。先生，我是老林子。哎，刚刚明明看见是冰冰在烤钢灶屋子嘛。喂，哪能去？我来了烤钢灶屋子哎，咋个拿儿子是冰冰来了烤钢灶屋子？侬诚心讨我便宜货嘛？哎呦，哎，老师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侬介大年纪了，我哪能会得讨侬便宜呢？这不可能的，对吧？搿啥事体了？喏，刚刚嘛，我用勿正确的方法来教育阿拉冰冰。那么得罪了侬老师傅对吧？真的有所冒犯，不好意思。好了，阿拉老邻居啊，知错必改还是好同志。说了啊，对不起。冰冰。冰冰，哎呀，你哪能是侬啦？明明刚刚看见是冰冰。对不起啊。冰冰啊！我是冰冰哎。难道我又错了？嘿嘿，大方，侬错就错了，没正确引导那冰冰，而是来误导伊哎。对不起，真好。我对爸爸看不起的工作，才试了一试，原来要做好也是蛮难哦。啥？侬也是冰冰啊？老爸。哟，自家爷不认得儿子噶？等我挖好了。不是，我前头一错再错，搿趟我勿想再错。爸爸，是我错了，我勿应该逃脱，让阿明叔叔伊拉打电话喊衲，叫侬拿白皮带投降。冰冰，来，大娘娘要讲侬一句，今后啊，不管爸爸对侬哪能，哎，侬勿好逃出去呀，侬想今朝一家门。为侬急得哪能样子啊？真啊！冰冰啊，大娘娘的闲话记记牢啊！大芳，哎，侬要求冰冰上进，搿是对的。但是侬贬低其他的工作了，搿是错的。老爸，哎，侬也要记牢。我希望像今朝搿能个闹剧，以后啊再也勿要发生了。对。